来自画者对时间的定格，对空间的想象。它是瞬间，也是永恒。它是有形，亦是无界。沪江梨与辟芷兮，任秋兰以为佩。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借缤纷楚辞，一存笔仙，会无尽意。这幅高5.5米的工笔重彩人物画，屈原与楚辞，是画家冯源历时3年完成的史诗级巨作。严谨繁密的线条与辉煌绚烂的色彩交相辉映，有关屈原的历史与想象、神话与幻境，被细密地编织进一场巨大的叙事里。这是一个一人一神凡仙交错的浪漫与想象。冯远先生的《屈原与楚辞》这幅作品呢，是一个3段式的结构。第一段展现的是屈原青少年时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第二段就是他从政时期的表现的人间现实，啊，特别是他遭受的这种啊患难和起伏。第三段表现的是作为词人的屈原，啊，放开他的想象力，上天入地，展开他这种自由情怀之下的这样的一种表现。沿顺时针主线来经历屈原的一生，从呱呱坠地、修己修能的缤纷媚美，到香草美人、高官长佩的生命哲思，从忧国忧民、九死不悔的士大夫气节，到乘龙驾凤、神游天际的诗意情怀，从叩问苍天到纵身一跃，他将中国古典人格精神定格为代代传颂的永恒符号。我觉得冯远的整个的构思和影响是接受了离骚，就是或者叫楚骚浪漫主义传统这条叙事的一个方式和线索，所以看起来呢非常瑰丽，非常博大。这是一场穷尽一生的求索。黑龙江边陲的农村，17岁的冯远从繁华的上海来到这里插队，一待就是8年。爱看书的冯远总会把书中的故事变成一幅幅的连环画。荒原之上，心灵却从未干涸。我非常感激这一段历史。连环画创作多了呢，有一段文字你就可以比较快的有一种很丰富的想象力展开，然后变成一种画面感。这种将长篇故事转变为画作的能力，
多年后，在冯远创作《屈原与楚辞》的时候，充分地显露出来。在冯远的构思中，《屈原与楚辞》是他创作的中国三部曲之一。中国这一主题一直盘桓在冯远的内心，他要画长城，画黄河，画中国人的精神。秦吏筑城图是冯远在1980年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时的作品，他将普通人的历史投射到国家的历史中，人成为他作品中的第一要义。保卫黄河系列作品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描绘了中华儿女奋起抗争、保家卫国、血洗耻辱的连绵画卷。他画孔子，温而立，恭而安，笔意透出儒家底蕴。他画老子，玄思冥想，衣袂飘飘，上善若水，渊溪似万物之祖。他画唐宋八大家，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在40多年的绘画生涯中，冯远画过上百件历史人物作品，不断触摸历史的人和人的历史，在对文化源流和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探索中，将中国人物画带入更高境界。冯远钟情于历史题材，他能比其他人更为敏感地聆听到关于远古的精神召唤，通过这些历史中的主角来呈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明。以笔墨触摸历史的心跳，在精研历史与传统的时候，冯远被历史中的一个独特的人物深深地吸引，屈原。徜徉于屈原浩瀚楚辞中，那里香草俊茂，花朵芳菲，护江里与辟芷兮，任秋兰以为佩，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反复吟诵间，冯远望见屈原高洁的一生，也走进他芬芳的内心世界。屈原的一生都注重自身的品格修炼，他自比香草美人嘛，他主张施行美政，所以他又积极入仕，忧国忧民，他哀民生之多艰，为了他的美政始终上下而求索，宁可殉国明志，也不忍离开故土，这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作为一位学者型画家，冯远得以理解屈原，他要将楚辞这首浪漫长诗转换为画纸上的篇章，以敦煌壁画的形式全景式构图，将不同历史时空陈列于纸上，魔化屈原一生的精神风范。这件作品我之所以选择用的工笔画形式，是因为觉得只有工笔绘画可以通过严谨细致的设计充分表达你叙事的功能。他画这幅画，我感觉就像绣花一样，精雕细作，一点一点在那里画案前一趴就是几个小时。工笔画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具有理性、严谨、精妙和高华的这种艺术样式。一笔一画，你都得憋着一口气，
一笔下去失败了，整个就不行了，那就得从头再来。一笔贯古今，汉末著春秋，上下求所惜，百折而不回。泥金、水墨、朱砂、石青、石绿，交错盘踞，浪漫瑰丽。楚辞缤纷，生命沉浮，上天入地，叹为观止。画家冯远以史诗般恢宏的笔墨，描摹出古典的诗意空间，不朽的人格气度。那是一种可与日月争辉的浩然正气。2000多年过去，它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融入华夏大地的万家灯火，支撑着一个国家与其人民独立于世界的东方。只有情意化。